黄澄澄的，太好看了。等等等等，哎呀，等等等，跑过来了，等等等等。他是吃了乌龟，吃了鱼了。吃完一人抱好你走什么？哎，小龙，帮我放放这个中间，帮我放小一点，稍微放小一点点，小一点点，好好好，谢谢。哎呦！哎呦！哎，不要说。披着他的皮大衣，哎，小龙再帮我放小一点，再放小一点，好好可以了。玩具出来了。梦璇自己靠在树那里，奶爸再给打脚掌。小梦璇，梦璇最白，梦璇最白。让梦璇的手手长了。晚上你直播吗，美女？你晚上播吗？不，不播。嗯。哇，奶爸都在给他检查脚掌。哎呀，我手手呢？嗯，还会来个拜拜，可爱可爱。还来个拜拜。这也是云朵的院子，三个孩子是云朵的。